小乔准备来冲球，来请冲球。好软哦！哎，有进耶！进球哎！好，小乔进了一个红色的三号球哈。好，进了三号球那。哦，对，可是把你们的五号给盖住。好准。他说他打完说他眼睛好酸，你是一直睁开这样的？对，我每次打到那个焦距都会变。好，七号进了，已经五号跟七号，像你们五号跟七号，可是你们二号已经被人家定住了，所以你们这不能做连线了。他们现在目前还是听到326跟829。九号可以打吗？哎，可以耶。你可以打六号保啊，保九。哎，都可以打哎。喜欢打哪一个？还是六九？九号，九号中袋。我看我不够薄哎，好烦哦。那我眼睛有点花。我戴隐形眼镜啊，每次都。今天的人生真是变，完全变天了，完全变天了。我让大家很嗨吗？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张培伟会获胜，结果江明娟跟慧琪获胜。在这一关，我们要靠的就是我们的魔王吕辉展。结果这一次进了两颗球，而且还进了一个十字架，就是两条线做连线，一个326，一个829。哇，恭喜我们的主持人这一边，冰果连线，冰果。